烧，姜蒸哦，继续哦，蒸30分钟，蒸了哦，然后哦放水哦，放冰橱那边，放冰橱给它蒸过夜就可以了，它就大了。蒸了就再蒸了。啊。你走了发糕，蒸了的发糕哦，它会比较深颜色。看起来比较厚一点，很漂亮，蒸的会比较好一点。放一个大杯的浸水，浸水，拿去冰箱雪藏过夜了，明天呢？奇怪啊，这是鳕鱼发胶，泡了第二天。OK。啊，大个。嗯，像大个。这个变大个。这个。好了，不动了。你这什么？嗯，有很大个哦。它比较软一点。我也是煮了半小时，然后现在放冷水。一茶匙的糖，一小茶匙的那个麻油泡，然后放冰箱，放冰箱先过夜。菇泡了第二天，这么大力哦。这个是新西兰的芦笋，油、蒜泥。放点水，先焖出来的都是海参，都是海参，然后放一点这个油去啊，然后放一点一汤匙辣椒酒，一汤匙盐少许，焖了一个30分钟。一小茶匙蚝油，再焖那个鱼票，焖鱼票也是一样哦，放八角酒一汤匙，那个油煮不煮也是一汤匙，盐少许。干贝也是放一点那个盐，少许盐和酱油，少许的酱油，花雕酒。发酵，鳕鱼的发酵，这个发酵焖10分钟的胡椒粉，蚝油一汤匙，发酵焖好了，这个倒鱼煮煮，它泡水一下，泡水豆汁，现在是煮一起锅的是油蒜泥
放点水，半碗的水，然后放这个红烧鲍鱼。红烧鲍鱼，这个是清汤的，放到一个这个，放下去。鲍鱼，清汤的鲍鱼，这腌上拿出去哦。三罐石头煲的鲍鱼，两罐红烧鲍鱼，一罐清炒鲍鱼。快！熊镇较少，鲍鱼和清汤鲍鱼一起，这里有30粒石头鲍，一罐石头鲍，3罐30粒。焖，这是冬菇。鲍鱼，红
盖上锅，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哦，开锅了，来了来了，吃咯吃咯。没有吃。椒盐蛋白全部在这边了。干贝，对，一包都够吃了，很多料。